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玩僵尸战争哦。第一张图咱们已经是满星啊，第二张图今天咱们先挑战下第二张图。因为现在这个兵种能力啊，好像这个第三张图挑战有点困难啊，稍等。先把今天的这个奖励领了，一把牙刷。今天奖励就是一把牙刷啊，这还有个军用箱，看一下哦。还有一个保险柜，看看什么东西啊。2块钱。2美元啊，这算是 OK。这个美元，这个绿美元可以说是和真钱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看看啊，咱们一个个打吧，从哪开始打？从左边开始打。Go， 给20个钱，不错啊。好，马上开始啊。先不要动，看敌人怎么动，看敌人怎么出牌啊。这两天我还在玩一个手游，叫做《Take Pin》，也是非常的不错啊。到30一下出2个兵，主动杀出去。好的，一锤砍掉那只狗啊。又出来新狗了，顶上砸过去没有问题啊。坏，我的 buff 受损，可恶。那血包下的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狗非常烦人啊，只要你这一眼没留神的话，它就马上给你冲过去，而且速度非常快。看咱这就算过了，这也不能算是三星了，对吧？赶紧把这大坝给我砸开，下个血包给你们。 OK， 算是不错啊。哎呀，没打三星，没关系，一会儿再说。咱们先尽量多开几个星啊。是这样，今天这个任务咱们看一下。今天的任务是，哎，稍等，网络不可存取，为什么？我离目标很近。今天任务是花费20个燃料，这好办。好，咱们再往下打啊。这个三星先打不了，先欠着啊。够，先欠着，试试啊。我不认为他还有呼吸。冲啊！我天哪，你是谁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太迟了。怎么迟了？我去，够可恶的。这个家伙我估计得拿我的这个济公劈，你看根本打不死。快，我的济公块出来。 OK， 济公劈他。我天，济公怎么劈那个去了？赶紧赶紧赶紧，还是一般的农民打吧。我天哪，这帮敌人好凶，我只能靠济公劈他们。我第一个农民打不过他们。扔个箱子去，靠济公去劈。哎，济公还是可以的啊。然后上个神枪手，没说的吧？这局需要神枪手啊。上济公，上一个炸弹，结果什么都没炸着。坏，我得上个血包，帮下我的这个消防师。上血包，没问题啊。上炸弹，没炸动他吗？这血包顶大用了。机枪扫射，没说的。上济公。Very good， 三星啊！刚才那个没打三星，简直就是没有正常发挥出我自己的水平啊。现在先不满足于打三星，咱们先继续往前冲啊！用咱们还有16燃油，咱们多打一些，好不好？够！哎，怎么老今天老给我报这个网络不行呢？我网络怎么了？再来啊！对方这是一个吃饱了的僵尸是吧？看那肚子都快开了。我还是先上个济公去砍他，没问题吧？看能砍多少？可以，没砍多少，砍1/5也就。这济公拿个小扳手不行啊？你看我这个拿铁锨的厉害。OK， 然后我赶紧上血包，没问题吧？
快，趁还没出僵尸，赶紧砍！哎，这局简单啊，这个三星打的，好简单的样子哦。还在搏斗，天哪！啊，这局的难度本身就是简单哦。OK， 看来咱们取得星还算是比较顺利，那咱们继续前进哦。OK， 这第二关，我看这怎么总爆网络这个 error， 不应该啊，再来啊！哇，大肚子僵尸，这个可不好打，我看看啊，我先点个炸，把它炸了，炸一半啊，一下炸没了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然后。上两个技工，对吧？这是一组，然后下个血包。我天，这么多！下血包，下桶，没咋着，炸一下 ，OK， 两个都炸。上神枪手，这大肚子砍不动，还得下桶，对吧？这桶下来这儿 ，OK， 过关。哎，这几关怎么这么简单啊？今天遇到什么了？这是？哎，今天的没想到这么简单啊！就第一关，咱们打两星没打三星啊，那是我看漏了。其实，好，咱们继续前进哦。哎，我看我这个能升级了，新地点，有新地点了。哎，我怎么总爆网络 error？ 这个奇怪哦。赶紧把物资装到 bus 上。来坏人了，是那些科学家。我们最后赶紧离开这里，他们似乎在躲避什么。好了，伙计们，抛下你们手中的一切，我们得走了。光你一人开枪不管用，僵尸本来就是死的，你拿枪能再把他打死吗？把僵尸打死了，听着奇怪。我的个天！僵尸来吃饭来了，我天哪，怎么这么多？同步网络失败，我今天行不行？我有点怀疑，我今天打的成绩能不能存住？先不说，先打吧，先把这20个打完之后我再看，存不住再说，存不住的，先不要动。有没有新僵尸？没有的话我也先不动。勇气值攒到30，一下派出两个，上，这是一组啊。先砍他一刀，看效果，1/5，准备下血包。我天，这出来什么东西了？点炸，点炸！他们怕炸，但这东西可恶，把我这个汽车给打了，汽车损失了大概1/6的血啊。准备下血包，还不够出血包，好，出血包了，下个水桶，这把枪出的不错，神枪手不错，但是这 boss 挨了两拳啊。OK。中途把很多的广告都给切掉了，中途广告没有必要了。OK， 这是打两个星，咱先不管，我觉得还是先回第二张图，把第二张图都清了再说，对吧？还有七颗星是吧？老爆网络同步失败，这个我有点担心，别今天我打东西都存不住就坏了。好，再上啊 ，Go！ 我去，又是个大，这大肚子我知道，他比较怕这个，怕那个火桶炸。是干嘛？搞破坏挺行的。我看他干什么呢？一只非常强大的僵尸吊架上的钩子有时候能保护他免受攻击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还是远程，需要远程打他。我先给他拍一个这个技工，看看效果怎么样啊！我天，他的钩子，我看见了，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我天，他打我可是可以的。原来如此，这家伙够厉害的，而且连他们自己僵尸他都杀。
所以我只能上神枪手打他，对吧？快开枪啊，神枪手！我去，神枪手为什么不开枪？还神枪手呢？这砍不动他呀！漂亮，一点都不漂亮！天哪，要打我爸死！又要抡他那个该死的钩子！赶紧出济公，一刀给他劈了，算了，没劈着，去。OK， 砸死他！上血包，肯定的。神枪手，好的，上桶。前面赶紧给我砍，砍的还是不错啊。我这济公这个打人不行，砍障碍还是一流啊。OK，OK， 没打满星啊。哎，满星！哎，我怎么记得我刚才 boss 被人砍了一刀呢？哎，记错了。哎，我真的记得刚才我的 boss 被人砍了一刀啊，记错了。最近上了几岁年纪啊，记不清了。要么就上局被砍的。好，不说啊，咱们，哎，这网络同步老失败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英语我也看得懂啊，够，这点英语应该看得懂啊。再来啊！这是僵尸大杂烩是吧？都赶的这一张图里了啊。这个怎么打？希望他没有钩子，肯定是凑到30上一对儿，够。先砍他一下，我天，他一爆炸，炸出这么多血来，上血包，没有问题。神枪手，这都标配啊，还要上血包。不行，我得上济公，上济公上血包，这血包出太慢了。 OK OK， 这算过了。哎，感觉还挺简单的。哎，这第二关没有太难的局哦。不过最近好像网易其实出了不少新游戏啊，不过网易好像一个是网易，一个是腾讯，游戏在国内的口碑不是特别好啊。不过我感觉还可以啊。这老果报网络失败，这行不行？我看我先把 boss 升下级啊。OK， 然后中间这东西我都没有素材，升不了啊。然后我的队伍我看一下，消防员能升级，升一下。然后我看我现在没钱了，主要是都七级。这个桶是八级，桶我还想升。这桶一个桶，一个是这个血包，非常的好用啊，像这以前那个海岛骑兵嘛，对吧？非常好用。哎呀，可惜啊！哎，这个我回头我自己打吧。还有两个这个物品，这个已经打三星了，我先不打了，咱先回来打这个，把第二关打满星啊。刚才这个是个失误，这关咱应该能打到三星的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不要轻举妄动。先派个一般的兵过去，再派个一般的兵，没问题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好，现在派神枪手，没问题啊。血包，有狗，我是做一个防守。这狗过来的话，我就点爆这个桶，应该没问题啊。血包在前面支持着呢，神枪手跟上。派桶把我的 boss 保护起来啊！你看，我就知道他过来，点的就是这桶。哎，桶怎么没炸呢？过关了，过关了，我点着桶了刚才。OK， 这么说咱们第二关打满星了啊！要给点奖励吧，应该。OK， very good。怎么老报这个网络同步的有问题啊 ？OK， 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现在第二关打满星，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。奖励还没有获得，这个我回头下面自己弄。咱们接着往下打啊，打一下这个第四关，感觉第四关比第三关简单一些啊。Go， 再来一关啊，上。不要动，看敌人上什么，
他上这个我肯定先上济公啊，一锤子砍过去看能砍倒几个啊，上这哥俩是一组，漂亮，上神枪手，弄弄弄，上血包，上桶，点炸桶 OK 没有问题啊，这是一连的操作，那两个家伙给我砍路障非常的好，神枪手在后面 follow， 这就 OK OK。 哎，第四关我感觉比第三关简单啊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神枪手真的挺好用啊，我把他都培养到八级了，你想想真的好用。 OK， 继续冲锋，把这个点开。我今天有点担心我这个总报这个网络不可用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过这两天其实这个游戏有这个更新啊。好，咱们再来啊，咱们听着有猪叫，这是啥，我去，上派个济公砍他，漂亮，哎没砍动，我天哪，这是种新僵尸，我得上血包保护他，上神枪手，上桶保护自己的 boss， 没有问题啊，老套路，血包硬得跟上，见鬼了，上桶保护 boss， 神枪手跟上，来吧 ，OK very good， 上血包，完全没问题啊。今天打的咱们应该是顺风顺水啊，就第一关这个一上来没打两星，其他的感觉还都算是比较顺利啊。稍等，我这再开个包，怎么还是报我没网络啊，行不行啊，真担心这个 error 有问题。 OK， 然后我的队伍看看啊，下面升级没必要，我下面这些兵我都不太用，我这上面这几个队伍我觉得已经可以了，非常的不错了。这还有个大包，开一下啊。OK， 怎么还是这个没有网络？这个真的有点奇怪啊。这个领取一个奖品，今天任务咱们算是胜利完成。好吧，我看现在我也没有体力了，今天的视频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。今天咱们打的算是顺风顺水啊，能打的几乎都是三星，然后呢又开辟了新的地点四，后面还有很多没有探索的地域，咱们一点点的来吧。OK，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。谢谢观看，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